人们经常会面临焦虑和担心，这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自然界存在强大的神经保护性植物，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压力和焦虑。洋甘菊就是一种这样的植物，它是最古老的药用植物之一，是一种具有放松作用的流行草本植物。古埃及人、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它用于化妆品和药品。最有名的是德国洋甘菊和罗马洋甘菊，它们都是芳香草本植物。洋甘菊提取物具有抗焦虑的活性，这主要归因于它含有的天然黄酮类化合物芹菜素，它可以产生轻度镇静作用，舒缓焦虑、紧张和恐惧，让人放松，缓解发炎和疼痛症状，帮助睡眠。芹菜素也是一种抗癌化合物，这种草药特别温和，对成人和儿童都是安全的。